啊，阁有咱个秘书长，啊，甲咱市府一级主管，啊，媒体先生、本会同仁，啊，大家早安。哎，今仔是咱个市政总结巡吼，那么市长来报告台一下。好，赖市长请。市长，张议员好，早。最近吼，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核灾。食品要入来咱台湾，我要今仔日才要请问你，请问你一句话，你的头家啦，是了蔡英文啊，咱台南市民，我当然是台南市市民啦。哦，台南市民真好，你讲安尼我真认同啦，因为你的头家属实就是咱台南市民，我曾经将你从前告进啦吼，国台。到立委，到安直辖市的市长，市民就对了，对你的永在，包括你做好做歹，不管啥话，伊对你的包容心啦，这你家己心知肚明啦。台南市的市民实在有够善良的，但是呢，我会记着吼，这个伫这个1903年哦，两冬外晴，这个议长的选举。安民进党过半，但是议长选来败选，迄阵你相当的坚持嘛，相当的无欢喜。你款坚持的气魄就对啦吼。拒绝你来议会，拄啊280几日无入来，无入来，市民嘛是甲你包容，嘛算了。但是呢，伫即道安日本的核灾区就对啦，伊的福岛，包括周边的四关，而这个一寡食品要入来，到阵我唔捌看你出来为百姓发一个声，嘛出来为百姓发一个声，按台南市民就对啦，拒绝食日本进入来核灾的食品。你甲想，我用一个图你看一下，来，这图用过一下，这你看这。水果，你看这款形体，你有看无？这个水果，干嘛？你高丽菜，啊，甲这唔知啥，我都看无。大同啊，来，啊，搁翻过一个。啊，你看这个动物变形，红菜头变形，迄、那个鱼啊，这有人敢吃吗？这有人敢吃吗？我甲恁讲，即卖就对啦吼。所以安尼，蔡政府想要做啥就做啥安尼。让我感觉吼非常的失望，因为你甲想，按驻日大使啊谢长廷先生啊，竟然公开了对啦，你的脸书啦，讲吼，哎，日本人哦，因的食品拢安全的啦，你看因的福岛的菜，你看卖了了有诶无诶，伊啊讲上大声都唔敢食啦，即卖按台湾哦，真可怜啊，有够可怜，即卖。咱台湾到底是日本，咱是欠日本啥？日本当时对咱好过，钓鱼台阿公是因的，安尼李登辉总统嘛讲因的，搁再刷落去，安尼这个太平岛明明就是一个岛，伊嘛讲安是礁，安尼渔民掠鱼就对啦，受到极大的冲击，会使讲苦不堪言。昨我伫电视看，较早。拢掠偌济，即马黑尾鱼拢减头，减头了70%啦！你看安尼渔民看偌可怜，为即马渔船啊拢绑伫了码头伫遐饲网啊！安尼政府就对啦吼，唔捌对日本人谴责一句生做安呐，拢捌。即马包括所有日本的天灾地变，按台湾就对啦，甲捐款。国人的捐款，拢是全世界按个捐款上济，包括那核灾也得按个那个捐达200亿个一票，311个捐200亿个一票，怎么反倒等跟日本所有的食品要进入台湾，还台湾按个蔡政府到底是受着什么压力？我跟你讲，万贯的债务唔达到身体健康，俺大家都有囝有孙。
这个物件一旦入来，啥物人敢挂保证？上卡挂保证是了，你看上卡挂保证。迄、那个陈议员甲你说明吼，咱基本上啦吼，我本人也好，也是民进党管治长的立场拢同款，就是安全是上个重要的考虑啦。即摆唔是讲所有的物件拢会当入来，理论上讲较正确的讲法是讲非福岛地区啦，部分确信安全的食品的进口啦。我来讲哦，我来讲啊，我时间有限啦。是，因为恁这款遮尼粗糙的做法啦，无人会当认同啦。我甲你讲啦，我迄一天啊，伫小南小城隍庙边啊食碗粿啦，两个民进党的支持者，我坐伫遮，伊离我头十头了一十几步，伫遐食碗粿，讲啊啦，讲恁的票一定伤济啊啦，选了恁了哦。根本就无甲因当作一回事啦，即我亲戚听到的啦，无臭鱼人啦，你会当去问那小南我过去啊啦，我行去到地啦，进南美到地啦，真正万岁齐长之外啦，敢那这人民的健康就对啦，这是增效的，你敢听？后过咱的子孙食这，这不是随食就随死啦，这有潜伏期呢，打五档尔呢，三十档都也阁无可能的，会当分解呢？打三十档都也阁无可能呢？打五档尔，安尼检测系统有够完善吗？啊，因日本国内啊，敢偷天换日，安有法当闪吗？安真正爱破日本人破到安尼吗？爱破人破到安尼吗？伊是安尼什么人？伊有照顾过照顾过安那？有照顾过安那？我真直接百思不解啦！但安那都想无啦，日本人真正欺负安那阁无够吗？陈议员，因为这你的质询的内容，甲目前政府所打算要做有落差啦吼。这中国我甲你讲啦，迄落讲的讲，安尼政府讲尽力包，我见恁的当唔免不爱买啦。这款物件就对啦吼。我甲你讲啦，按台湾人啦吼，那唔敢讲为着按捍卫按台湾人民的健康，为百姓发声啦，含外国人咧看安衰潲啦。你有看到美国无？人敢那质疑就动起来，唔爱混入去啦。但是结果呢？我跟你讲，昨昏我搁看电视新闻，迄、那个美国动起来唔入去的，一寡个什么鲑鱼啥，即摆伫安尼超市的都有淡的。你看安尼政府是咧做啥？到底是咧做啥？未做工课嘛无要紧，啊，百姓这拢你的子民呢，所以我伫遮就对啦，我跟你讲啦，大卫吼不可自欺啦，大卫你若要做得稳固啦，你爱和人民徛做伙。所以你听就对了，我感觉你要做一个和人无同的政治人物啦。即摆典型政客就对了，一定强要去予社会淘汰啊！我甲你讲正经的，真正。张议员简单一句话讲，安全的才会进口，无安全的就无进口啦。我是感觉拢，我甲你讲啊，拢增效的。所以你讲我提这物件拢袂进口。我甲你讲，这拢增效的啦。这敢那看到就惊死啊！贵家食啊，贵家食这个物件啊，上家食来。啊！即马伫遐做代言人咧，即马台湾沦陷嘛咧，即马按台湾就对啦，几国上下朝了这高层就对啦，拢变日本的行销代言人咧。啊！你台湾那个无悲哀，你啊检讨的对这个治安的问题就对，我希望讲哦，你会当伫台湾所有二十一管区带头哦，起来呼吁就对啦。洪干妈讲，按台湾人唔是要欺负的。日本人一定吃安够够啊，一定吃安有够够啊！伊了掠鱼的海域，对咱不断的打压、限缩安的掠鱼的海域，种种因的行为就对啦。这就是咱台湾一向拢小过软，软弱无比，甲造成你看含菲律宾不三时安的时阵啊，印尼也要欺负俺，大国拢要欺负俺，到底安那执政党就对啦。恁的欺骗我就讲过啦。二度选举迄款精神啊，你的坚持、的欺骗的精神，若退出来，台南市就有救啦。台南市真正有救，啊，要怎救？我希望你会当，因为你的民调就伫台南市遮尼悬。我著讲过，台南市民对你的期待、对你的包容心，一定超越一切啊。所以我希望讲，你要离开台南市以前就对啦，会当安尼带头做一个回报台南市民的精神，互感觉讲。按算出来，偌清德市长，唔是咧为某个政党特定的服务，
我跟你讲，你就是啦，爱和百姓徛做伙，无一定爱甲蔡文总统徛做伙，因为吼、哦，一定去日本同化去啊，同化去啊！我家里只规个公听会啦，迄拢咧装笑的啦，迄无人敢食啦。我跟你讲真个，我那只正式呼吁啦，但是老百姓我已经交代了啊，阮兜还阁过去加减有咧买寡日本的糖仔饼转来食啦。我即摆已经宣布，含阮兜所有日本的物件，全部拢袂使食，我规定的，阮兜，因为你进这入来啦，造成人迄唔敢食，日本对日本也无一定较有利啦。伊把这个物件进入来安遮，造成人表示不清，爱来伫因日本国内偷天换日，安尼变成咩啦？是咯，含你都无一定敢食啦。无，迄个张议员，啊无你买一大堆来遮，你怎样看？你怎样看？迄个张议员甲你报告吼，就是讲，我徛在我的专业医生的专业，若无确保安全，咱袂好入来。哦，这我跟你讲啦，安全唔安全，安尼。迄、那个张扬，我两句话就好吼，一句就用你他讲美国，美国无入去吼，咱台湾嘛袂好入来啦。哦，啊第二就是啊，张的报纸报美国无入去的物件，拢流入来安尼超市内面都拢有看啊。啊，你即马去当家，我坐坐，啊你唔知，拢无咧看电视，你唔电视，你也无聊，拢无咧阿你讲。美国的足侪物件无入去，即马拢走入来咱台湾啊，张电视报啊清清楚楚，佮民视也有报，中天也有报，啊这个人当我别讲钱呢。你敢买这个核灾？我这久啊，我本地几啊，他们拢爬去呢，搁要像你乌心心啊缘投呢。我为着今仔日要来遮行熊啊，形象啊卖熊啊，甲一个老人当面发脾气，几啊他们几人爬去，今仔咱搁装潢呢。啊，所以我嘛希望讲你会当为台南市为全民啊，莫讲台南市啦。你这日后要坐大位的，我跟你讲，大位不可自取，不是用头壳去得的啦，不是用蒙骗啦。你若真正勇敢敢站起来，我相信伫台湾省就对啦。你哪地位排第一冠的？地位真正排第一冠的，含我都举旗啊出来来相挺，因为我无党无派的，我唔免去什么叫国民党、啥民进党，按台湾恁这两党共恶斗甲吼，真正吼一定足凄惨啊！恁拄仔刚才我着迄一工讲过，你拄仔无伫遮啦。我讲啊，你除了万岁旗长，会晓恁北八省六地啊尔，啊，佫会晓斗争尔，剩下恁会晓创啊？剩下恁会晓创啊？恁无讲？啊，人民哦，你遮侪票，互恁达官市摕到遮侪色，运动讲政治是一个良心事业呢？恁良心是叫我告假呢？破日本啊，破解欢迎的，我跟你讲啊，日本以后，我从此以后日本我无行到到，我伫遮真正宣誓，佮因遐外好我都无行到到，是安怎讲我无行到到？因为我感觉你是有够可恶的，一欺阮台湾人，食阮台湾人到到，按台湾人哦，要给达国，啊毋是咧做予日本看，要每一个欺阮台湾人个国家，安尼就对啊，安尼像以色列迄款精神。一款精神，一款民族意识，安尼靠我台湾台湾人保安台湾人。哦，对这核灾的问题，我希望市长你较长啊，迄落你要做一个表态。哦，来就市长哈，是迄个柯议员搞早嘿。嘿嘿，好，市长搞早，大家搞早哈。诶、哦，拄好针对张议员几点的诶，即个质疑的问题啦哈。讲、哦、咱探讨恁情绪看卖咧。我有两只，这个话我听无。农委会国际会务事务处的处长陈俊曲，伊伫十张公听会内底吵吵闹闹，第一民众就是质疑嘛，伊毋是开放核灾区食品嘛，是日本食品，这我感觉没有方向，是一个大方向。啊，本身嘛，感觉阮两位嘛质疑。日本食品也毋是即摆咱今日谈判的啊，过去即摆日本的物件嘛是有这个啊，是安那开为着遮要开十场公听会，它的意义何在？这本身我认为，这个诶，我们质疑就是讲它的名称是不是有一点不明确，方向不明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现场讲一句话，是对，大家家里所有的公务人员，你思考这句话含义是啥物？如果进口核灾区食品，
大家可以不要吃。他说这句话含义是什么？他本人讲的哦，公听会里面他公开这样子讲哦，起掉，你抛开职责，抛开政党，你现在来公听会，一般身体健康那边报给的民众，听的这句话以后，如何感想？可以相信吗？哦，这是第二点我自己，第三点，台湾就是要为合适，就是要会合。就是要保护国人安全，大家就是讲为了健康嘛，辐射线嘛，所以咱的核能电厂就是一跳二跳一直关嘛，哦，啊无管理三样嘛，无管理负面的，没有整体的评估嘛，所以产生了即嘛有可能工业也会造成一些危机嘛，但是我们撇开，本地咱的台湾就是为了咱大家个人的健康，咱就已经有这个方向去努力，咱今日反倒回来。要来开放的咱日本核拆区食品的进口，分析人员讲，他们过去日本伫甲咱统治殖民地时，用鸦片，互咱华人伫食，大家拢软卡的，半暝也袂震惊，叫到了时，就拢变成当的当西的西。分析啦，你们即马若是讲开放核拆区的食品进来，类似这种危害我们人体健康。这样的一个伤害，难道咱的政府不去重视吗？这第三、第四个，请问咱的蔡英文政府市长，你若修订回行政院汇报，你可以代为转达一下，方便的话。第一点，你给我们的国人怎么样的一个安全保障？本日认为，你日本是不是核灾区进来？这物件食品伫外口你流动？啊！伊那是三地是合在区内底行，但是伊的商品那是拍白区，那你国人嘛照常在买啊。你要安那来把关，这一点怎么样做到我们的国人能够采信，再来谈进入台湾这个食品？以目前来讲，温先生，你刚讲，你那是讲日本商品过去咱就无嘛？你三地进来了先，你贸易商进来先市场就通路，政府有没有办法做到贴标签嘛？就像咱台南市同款嘛，我们卫生一些食品商店也好，食品也好，咱贴标签，就是咱保证嘛。日本要进来有没有办法？就是讲，伫咱台湾把关，全部由政府、经济部或是卫福部有没有办法？他的商品里面我们贴标签，我们的政府负责，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那这一点咱国人没有这物件，我是相信台湾政府啊，我没相信日本政府啊。因日本政府这样做法了，行，是为了他的什么目的？可能那蔡总统有他的压力，所以开放可能有互换的条件，但是要考虑我们国人的健康为优先。那你政府别拿这个一手把关，上控下管，哦，这是再一点疑问。再来等于讲，目前来讲，台湾的食品卫生，过去、未来的把关。以目前来讲，我们台湾直接进口，不要谈日本，政府有没有取信于国人嘛？废水有问题嘛？食安问题嘛？上控下管问题嘛？食品检测问题嘛？这些有没有一套的机制、一套的标准？有没有随时公布给国人知道？目前来讲，你难道在我们吃的东西里面完全百分之百吗？怀疑是我们为了我们的健康保障，但是我们是期待。我们的政府得讲下当五节这边卡机制，哦，在检测也好，或是在它的反应上面，一般我们都是因为太慢，是不是在仪器方面、人才方面能够这些的量增加，在检测上能够让我们国人知道？所以今嘛，那里国人针对带我们台湾的食品过去的风暴。咱台湾可能大家都有健忘症，有的可能石油大家都考不及格，但是你看看这些的东西要拼掉的东西，然后给人家，你看有良心没？好，再讲回来，我们的政府的食安法会当法的什么？所以造成这些生意人他就投机取巧啊，我若赚了很大的获利，他本身的制裁不是罚钱，就换了一个短期的刑期，这样子的话，是他昧了良心做事情，虽然受到惩罚，但这个惩罚对我们国人的健康，潜伏在里面的无价之宝呢？所以，我们对日本的核灾食品，
绝对还没有政府让我们国人很明确的一个保障的机制，绝对不要开放，好进入台湾。所以，除掉我今日我讲的这些问题，你是不是可以简单？好，我简单甲科员报告哈。就是我再次强调，就是讲我本人也好哈，蔡英文总统也好，还是民进党管局长也好，拢已经公开甲咱台湾社会报告，安全是上个重要的考虑，有安全。该入来，无安全袂入来。我认同你的，这你的思考了。第二点吼，但是自我问了说，第二点，陈进奇处长一讲的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讲哦，当然，这个陈处长讲这句话，对说明无帮忙啦，吼，我相信，当然无帮助啦，吼，可能引起副作用，吼，我想这未来伊若要阁继续开公听会，伊本身也家己爱去注意。那过来就是讲吼，咱所进口的物件，福岛是100%所有的东西都不会进口啦。啊，过来就是美国甲日本袂当上市，嘛袂当进口来啦。啊，过来就是他都话你讲诶，要进口来一定要有双证，想证明，就是讲三地证明，有政府所发出来三地证明。第二就是讲辐射线的检验合格证明，但是有下标准这两个证明才当进来。但是即卖证明是拢依据因诶，咱是心扎啦。但是伊即卖以目前的日本政府来讲。我们是接受他们的这些检验，但是咱给你本身有没有一套的标准？有，当然有啦吼。你赶快完报告，因为咱已经有要求日本政府，伊爱提供两个证明嘛，对三地证明，国家出的三地，政府所出的三地证明，另外就是讲辐射线的检验合格证明。啊，过来嘛，唔是讲这四个管区所有的物件拢会当入来。市长，我插一个，我最后一句话就好哈，就讲嘛，唔是讲福岛地区以外这四个管区的物件拢会当入，嘛袂当。包括茶、茶啦、水啦，还有鱼产品，哈，这野生的鱼产品，就啊个古灵粉，这拢袂当入来。啊，所以我认为讲社会应该安尼讨论，就讲好，你认为讲什么应该个加强什么款，大家过来做嘛，卖讲吼，徛伫民族的角度，也是讲徛伫政治的角度。全盘否定，我想安尼无一定好。所以，咱针对这个核灾食品，都要提第二讲诶，我请教，产地证明它的含义是什么？我就是讲证明讲伊吼，就是这个三叠生产嘛。是啊是啊。提掉一个观念，伊唔是原产地证明，食品是属于加工过的东西，怎么产地证明？我请教你这一点。食品是加工过的东西。产地证明要证明什么东西？不对，不对，没了。你在那个地方的产品原物料，产地证明才能够证明这个是产地。食品是属于加工过的东西，会有很多盲点。所以我讲，拄啊讲来讲，那政府要做，就是一定要经过我们自己有一配套。你国家请我给你认证，我国家相信的是我们台湾政府。原物料的产地跟加工的产地，那未来拢会注明。没有，伊的产品原物料伫北区，伊来到遐，伊的产地是这个公司出品，我产地从这边出门，贸易从这边出门，这个部分，包括我们有很多细节，营养午餐的拢有啊，嘿。刚刚那个赖慧媛议员咨询呢，要即摆政府对迄营养午餐的登录嘛是拢做详细。所以我对核灾食品的讲，目前来讲讨论这个话题也不太对，因为目前来讲是所有的税都在涨。民生即马是已经怨声四起，即马你了时阵，我就靠底已经都无钱啊！吼，啊，互你着政府着动了了啊！啊，我即马也无钱，通好买较好物件，食一下顾身体咧，莫讲食补品。啊，即马搁核灾食品搁之外，我若要搁虾米食品，搁虾米食品，啊，我若食无好，啊，我毋着连咪当低回收。这个真的对民众的一个观感了，对啊。所以咱爱正确的消息和社会嘛。所以这一点正确的消息给社会。日本入来物件，拢有经过检查，基本上伊是安全的。好不好？这款的消息爱好因。对，这点我们要一定要确定保证以后，我们才能够来谈这个事情。啊，当然。谢谢我们张局长，谢谢。检查未了啦，啊，真正安的政府对这食安问题把关这么严谨啦，按台湾就未发生这黑心的一挂商人啦，为即马拢离爱关啊啦，为财产来用查封啊啦。俺何必去冒这个险要冲啊？我手中的资料啦，这个辐射安全的容许量啦吼，在每公斤啊0.18克啦，但是福岛地区就对啦，
也辐射总量90贝克啦，这有严重的超标无？啊，搁再来啦，你看，所以辅导拢袂使入来，咱有规定。人体可承受的范围啦，20微西弗啦，啊，辅导的超标10几倍啦。你看说，按台湾省的市民，都唔是白鸟鼠，按是安那得爱抱日本啊，抱干的啦，日本啊是啥物东西啦？迄敢那看较早咧侵略按台湾强奸乳呢，搁无算，搁刷落去。甘愿去甲韩国人回事咧，咱台湾都唔回事咧，一定安尼就够软的软啊！安敢国家出一个领导人较硬差的，像你较早咧对抗迄、那个坚持，遇到选举官坚持，我就是希望你会当登高一呼，像你较早选遇到坚持讲的是乌金啦、啊，还是贿选啦、啊，即款的坚持，我甲讲安尼台湾较有救啦，哎安尼台湾较有救啦，唔是讲啊你啊顶官讲啥？您说顶悬到下底一条边呢？您政党的利益哦，拢一定超越您的利益，您免搁阿解释啦。怎样辅导，咱绝对无必要对吧？你搁阿解释，我一定听袂落啊。因为你头讲辅导，你把周边四关的要安那？啊，一部分可以卖。什么检查？这装笑的，要食宵夜，搁讲笑话啊？真正的？还讲听话，啥物听？迄个像咧做伊的，这一定。个人规个拢袂安心、袂放心呢，人袂安心、袂放心，啊！这物件若去哦，偷天换日入来就对啦。到尾好，百姓拢无食，这生理人会安那做，到尾问题就出来啊。凡事唔知安那制造、安那用哦，如果流入去学校就对啦，伤害按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第一点。第二，若去哦老你咪牙齿啊，恁敢有想到种种的问题？啊，这个物件唔是食了就随会发作呢？有当啊是潜伏期几冬呢？30冬以上的还阁未使食的物件，按5冬就要运入来。我感觉按唔茫阁含日本啊，伫遐眉来眼去，一定欺负俺，食俺一定够够啊！我希望讲哦，你日后啦，我当坐大位就对啦，爱战胜你过去就对啦。280几，你无你卖议会就坚持，甲你欺骗，安尼台湾人才有救啦，无台湾人已经无救啊啦！拢选一寡只无铁的政客啦，啊，食饱安尼，头、脚底到头毛规拢明白的啦，啊，娇滴滴，伊敢食唔敢？继续食啊！啊，伫遐讲上大声的，讲日本的物件，迄安尼代言人食中庭伫大陆，继续食，叫买寡蛋仔食完看，继续食。伫遐讲上大声的，我讲拢唔敢食啦，拢唔敢食。我感觉国人的健康就对啦。您这处这个和安啊，真正强度关山入来，我给你保证，您民进党后任政权就是你啊啦！我伫遮会当给你预言啦，台湾人无遐戆戆个呢啦，社会照顾有哪精神啦？来，这个要有所坚持啦，我来讲来，这个地水的问题啦吼，这天大的笑话，一大讽刺啊！台南市37区啦，马政府到进中央政府8年800亿的预算啦，干咱台南市啦，刚提偌济，170亿啦，安尼市政府佫编一个60亿的啦，佫一个工程应急佫一个16亿的，加加减减，拄啊246亿啦，但是一个梅子洪台中度的尔啦，37区26区淹水，而且你有看无？你过去这免讲啦，你看水淹的这款样，来，迄个跳过来，迄个安尼伟大的蔡总统来勘察，竟然就对啦，讲你治水有功啦，杨美玲，这个治水吼，这不是3点水一日台湾的台呢，伊即摆是咧甲你消遣来安那，还是讲台南市的民情伊拢无了解，身为一个总统的人啊，信口开河安尼，你嘛在了解台南市？我即马简单念一个数字，予你看一下啦，吼、哦，较袂讲，这拢有数据的啦。来，我今仔这绝对毋是咧来笑衰啦。你对这个治水就对啦，一直是按本地你的民调拢全国还阁三名来的。这个治水你的民调就对啦，下滑就对啦，剩3%。我相信你比上个较紧张，你绝对有叫安尼迄落水利局长去做检讨，一定有诶。但是你忽略了冲在前面第一线遐人，遐人是惊到底，往错到底呢？台南市偌济路淹水？你甲想，迄落
没机啦，即、這個、中度风台来了，台就破光啊！我简单两分钟，240条道路淹水啦，啊，水淹到30公分的以上的都啊有2500户啦，啊，永康区1328户啦，北区997户啦，安南区894户啦，这个无包括有列入记录的民众哦。阮东区这就无列入啊，阮东区的义隆路甲义义路口啦，每逢雨季啦，绝对淹水，保证淹水的。包括自由路低洼地带，逐冬都淹水。我若叫人去勘察，勘察到水利局啦、相关单位啦、干部局边去看，拢讲一句无钱。啊，安尼地水卫生全国机关人提上济，我会记起自由路迄条路拍通，有一个有良心的。按吴宗龙局长，迄阵做局长，哦，迄阵你有去剪彩，哦，迄条路我有替百姓甲你感谢，迄条路你就是展现你的气魄，开一条路，20栋的基台，拄啊伫你赖政府，甲开一条路，纾困单门的交通，我的人是非分明，去到后尾哩，我就感觉讲这条是我伫二十台开50分钟的时间，甲赖市长讲，今仔靠这条自由路，会当纾困单门的交通。恁来感谢赖清德市长甲干部局长，我有是非的人，但是呢，这个地水问题，每支洪台这是一个暴雨量，超标的暴雨量，但是呢，真正事实的物件就是23区用水，甲种种的数字，你看安免阁加强吗？爱加强无？爱感觉讲安尼做事慢啊？在原我两句话就好，第一就是讲，虽然有淹水，但是拢比以往改善啦。第二吼，咱台南市虽然得到中央上届大的经费，但是因为咱台南市嘛是全台湾饮水面积上宽的所在，占全国的饮水的三分之一啦。啊，未来台南市政府阁继续拍拼。我跟你讲，局长，是，你讲的话我拢知影。是，我即马是咧含你检讨。是，我咧阁加强嘿。检讨内面就是爱带有积极。对，当然。我袂当甲你报啊，我报你要创啊，我做议员要创啊。对啦，对。我若食饱拢咧，甲你报啦。我相信你也无爱即款人啦。食饱拢咧，甲你奉承啦。伫遐讲好听话，我这无咧讲好听的啦。伫国书体下，我伫庙啊做任务主任委员。你去庙啊，我嘛陪你去点香咧。对啦，对。啊，一路，我咧庙啊，全部一挂查人小姐拢招你翕相咧，拢招你翕相咧。感谢。你敢那想讲百姓对你这份的热情啦？应该做好是应该的啦，无啥物通乒乓的，做好是绝对应该的。但是，这个物件每支中度风台来，会当造成台南市就对啦。37区、26区的淹水，这个数字就对啦哦，一定是天怒人怨啦。你敢知影冲伫第一线这治水人员，行去交地，唔会交地，唔像你呢，你若行出去，佫有水务甲你挡掉的，人要甲你骂你，无一定听得到呢。啊，你敢听？我讲你听有无？你讲听有无就好啦。迄个专员，我听有，但民众要甲听证，要甲骂，其实我拢未叫水务甲动啦。啊，未上好啦。我甲你讲，你真正这是你的大机会啦。台湾正讲咧乱世，就即阵上乱啦。啊，甲迄个欺怨的人当作老爸啦。哦，我是想讲日本迄个国旗较早，我有咧。专员，我阁讲一句话啦，吼，就讲感谢你的指教。台南市政府吼，会甲每一遍的淹水当作是一个检验。啊，我咧做。更加好安尼。我希望讲这个治水就对了吼。是。你甲想讲，阮自由路遐那雨季来，大家拢爱用水闸去河顶闸起来呢。是。鲁龙路甲鲁义路迄、那个接口就对了，风那风雨雨来就对了，就积水雨来哦，积水到今敢有改善？拢无改善吧。大小雨来，绝对积水。所以我即马是伫遮甲你提醒。是。提醒安唔是讲雨剩遮尼济？无唔对，你讲的讲安尼淹水是较厉害，当然加提我钱，俺嘛认同啦，俺唔是不认同。但是俺这钱，俺市长嘛佫加编一个60亿的，佫一个16亿的应急工程的，种种就是要来这治水。但是我的感觉还佫做了无够，你感觉有够啊吗？我当然还袂啦。哦，还无够上好。啊，你看安尼蔡总统来，讲你治水又讲，百姓还佫伫遐淹水咧艰苦，啊，即款话也讲会出来。你即马我是感觉伊是咧甲你交谈来是安尼。其实蔡英文总统是你甲咱台南市治水的团队鼓励啦。虽然讲有淹水，但相对以前已经有相当的进步。你免惊惊安尼啦。啊？
你免惊惊安尼啦。无啦，咱甲咱俄罗斯。卖讲啊，你互你靠的是老百姓，毋是伊啦。无啦，总统来甲咱鼓励，吼，啊，咱来感谢。我是感觉伊在遐招摊呢。无啦。那明明二十六区饮水，大家小孩拢饮水，伊讲你注水又讲。啊、我怎啊改这个水？无，迄是相对以前啦，相对以前已经有进步。所以对这个治水这方面啊，是了，是乱世内面较有英雄啦。即马动乱，安个国家即马像迄也无啥物主人啊。安个国家每一道选出来主人了，对，一定有够可怜啦。之前一个马政府，叫伊规大搬去大马之乡啊。啊，即马佫来这个也同款，这个国家要哪有救啦？要哪有救啦？我著讲过忠言一句啦，你的机会来啊！你过去无你卖机会，这个精神啦，啊个你的坚持啦，永远和人民徛做伙，安尼你有法度无？哦，这你讲的啦吼，我拭目以待啦吼。哦，这抵住一下这个赖志尊。是的，谢谢啦吼。多谢郭议员。第一，我肯定咱赖政府团队的基层工作。伊自风台天了，公所就一直咧敲电话问里长、问议员，看咱区域内有问题无？这第一个，第二个，警察单位分局，我感觉足讶异啦吼。有人家是业务性质无同，但是这个团队是不是你交代，还是等于讲不补足伊这个不足的所在？所以你有感觉咱就有风台了，是一寡道路的障碍，咱的。公务单位，也是咱所有的救援单位要去的，你有感觉这个信息足紧的回报到市府来？多谢柯议员的鼓励啊！这点我讲，就会在这个通报上，真的效率非常好。是，好，这点我讲，我足肯定。多谢柯议员的鼓励吼。其实咱台南市客观的条件比其他其他市较无够，但是我以吼台南市政府所有的同仁的表现，感觉真光荣，因为因会当吼体会。咱客观的条件无够，愿意付出较济来帮助咱台南市市民。这回你各区的基层真的是得到掌声了。我唔知道你市长你有感受到无？对我来讲，基层的有人家要卡迄个防灾中心，有人家真正卡规半点钟，含卡了战线啊，卡袂入去。啊无就啥，你卡入了先哦，哦，啊就赶紧草草了之，有人家无法度。因为唔捌你卡种电话人，我百姓我都马上到位，到一个所在。所以这一点我是肯定啦。咱除了吼负责的局处，大家真积极以外吼，其他相关的局处大家拢愿意到帮忙。啊，过来就是讲，伊这个治水啦吼，是百年之计啦，永久之计啦。即爱你按每一届都要去调讲啊，你按每一届那水灾时阵，唔是水体问题的解决。我们动作考验是最来是对咱一种的考验，就是检测。是啊，检测就是咱的位置，咱本地用咱的智慧甲才华，咱的专业判断些呢。但是天以后咱的这个无敌的力量，是要给咱一个另外一个思考的改变。嗯嗯问题出在倒一个，这个点的这个范围。所以我拜托市长来讲，治水洪灾了后，会当伫各区，有的是各区甲各区的连接。就是产生一个饮水，比喻讲，咱东区就是三亚溪，伊啊顶游的水落了先产生到咱东区，甲有专家改造成，因为下游水透袂离嘛。哦，这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讲，你伫管线内底，当然蓄洪池内底是不是达到效果，这就是咱爱日后我们要检讨的，检讨在。哦，比如讲过来，像北区来讲，每一间啊落雨。河尾路、文贤路，一条红桥拢在淹水，好事多。虽然是行还可以走，但是造成不便，尤其是骑脚踏车、骑机车、行路足不方便。水的喷，骑脚踏车人伊嘛惊会出的。哦，啊，开车方面，这方面就是讲拜托咱业务单位、相关单位，按这个临近内底，是不是讲针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讲因为咱这下水道还是伤寒，应该要加强的所在？是不是有一个数据，有一个方向？未来咱伫这个治水的时阵，对咱一个检讨会当去到位，安尼慢慢了先，完全伫这个都市内底先是无水患。当然无水患当然要一段时间啦，吼、哦。人民包括本身同款，我唔敢要求讲无水患啦，大小，但是这是对咱一个
重新再检讨出发，检讨出发。是，陈老板，这个考议员检讨这拢是重点啦，吼。不过咱其实真客观的讲，一个都市会淹水袂淹水，介在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讲咱的保护标准偌济啦。你若落雨雨量已经超过保护标准，定就是淹水嘛。哦，这是定着的。那台南市过近这五六年来吼，咱已经有完成十年的保护标准啦，十年啦，哦。而且是针对寡水，就是讲河川泛滥，这算寡水，咱有十年的保护标准。所以一点钟落雨，若无超过240公里，哦，250公里，安尼河川不会泛滥过来。哦，就因过你头讲的300公顷到迄个仁德工业区，这个就不会。啊，但是你若落雨吼，落伫咧土骹吼，比如咱伫咧社区内底，伊落雨了后，伊会行过到水沟嘛、侧沟嘛。然后雨水下水道到河川，然后到海洋。台南市政府这几年来，一年测沟啦，环保局爱清3000公里。再来的雨水下水道，我们水利局啊，爱清差不多。因为雨水下水道，我就会通报足济哈。啊，就会洪台是雨水下水道每个孔就都满水位。啊，因为迄个河量，无啊河量，我即摆是讲拜托咱污水厂，再讲安平污水厂吼，拜托去检查看嘛咧。咱的污水收起来时，去到安平污水时，是已经涨起来啊。尤其雨来了时，涨起一透未离啊，所以是倒积。所以这个部分哦，可能去检测一下。这是我头下甲科议员报告的，就是讲爱看雨量。咱即摆测沟吼，大概拢差不多设计容量了吼，大概都是每小时60到70。但即边梅基台风吼，伊是200年的标准呢，一点钟落100几公里。伊短时间内下雨，所以下袂落，伊就倒积嘛。毋是讲测沟。但是咱落雨时阵，伊的雾水啦吼，伊倒积，倒积，但是你若下游水透的哩啦吼。迄个应该可以完分开哦，雨水下水道跟雾水下水道是无共款哦。分流没有错，但是雾水的部分它是暴涨的呢。当然雨水有灌灌入去嘛吼，但是你若是雾水像遐，若是应该流来出去，应该伊无可能。那如果有的话吼。可以，我甲你报告，应该毋是塌掉诶，是因为伊个量伤大，吼，啊倒积。因为咱我头有讲过，环保局一年清3000公里，啊水利局诶雨水下水道清1000几处，啊即拢用迄个阵风处咧督军诶，阵风单位督军。即点吼，即点请市长吼，我若密切追踪，好好好，多谢。把即个地主诶工课当做到更加完毕，好不好？好，谢谢。多谢多谢，可以完嘿。市长是张议员，我含你探讨一下。是，请指教嘿。这个台南市的拖条的问题啦吼，是，你应当有听到啊，有一定天怒人怨啊。我跟你讲吼，我唔是讲反对拖条的安那，你若针对安尼合约落拖条，安尼合约内容遵守这个游戏规则。让市容能够焕然一新，交通顺畅，啊，我嘛支持。但是我甲你讲哦，按即卖即个拖掉哦，是叫做抢钱式的拖掉，而且了都要非常的严重。我曾经伫路边食物件，看到，大家那里啊食一个物件，就伫歪头歪耳，人心惶惶。即卖都叫做迄落安尼百姓一定哦，拖掉政权恐慌症。一定有够严重的啊！这个拖条5吨外一定无委外啊，是因为你一个个案，你怎啊甲拍破甲委外？按台南市人开，无人敢去碰这一块，因为第一，你爱知影，按的交通教育不够，第一点；第二，按的交通建设不够，停车位也不够，前置作业。拢无做好，按着谁来执行拖掉？所以造成百姓就对啦，唔知要安那。你也想，你若要照讲像以前的拖掉就对啦。个早时啊7点就开始拖掉，7点拖掉。这个按着合约内容内面就对啦，重点拖掉就是并排停车、甲人行道停车、甲消防栓车出入口停车。啊，汽车占用机车道、公共汽车的招呼站，啊，包括迄个高铁路口停车逆向停车拖掉，
你若针对遮，俺无意见。即嘛毋是，安尼拖掉业者，无买行啊，你袂调，无买行哦。我敢那替百姓去甲迄个无买行迄个红线画偌济条，你敢知？我拢替你咧做诶，无我看你搁较严重。无买行啊，你袂调。迄无买行也无涉及讲交通出入的问题，啥拢无，无啥物安全问题啥，伊也你袂调。所以你遮就对啦，对于即个拖掉就对啦吼。我首先就对啦，我真正相当的反弹呐、啊，相当的反弹。我这个数字哦，你看一下，迄个四月十五开始拖掉，安台南市到这个九月多五股通话，敢那调出来，今仔后你知一下，汽车，迄个中西区甲东区。哦，这两个拖掉着，汽车28,158台，到九月尔哦。啊，机车，中西区甲东区，机车21,566台。即我甲算，敢若五个月即拖掉的部分啦，敢若拖掉业者伊的拖掉费啦，就超过3000万啦。伊拖掉费哦，无包括市政府的罚金哦，无包括市政府一张汽车罚金的1,200块。啊，乌多麦600块，这无包括哦。啊，你看这安尼一年调起来就对啦。我一敢问安尼交通局长哦，交通局长，你讲安尼是拖吊业者是一年安尼标准是要调偌济？6,000几万？分两场嘛哈。哎、欸，两场加起来大概6,000万左右了。啊，两场加起来6,000万。你看，敢那5个月尔，5个月，你的6,000所谓6,000万是包括拖吊费，包括罚单。拖掉没有，拖掉费跟保管费，拖掉费跟保管费爱有6,000万，因爱调6,000万，就一档一年，对。哦，一好，你听者，一档啊，拖掉费啊，甲保管费爱有6,000万，你啊想5个月一定调安尼啊，啊你啊想，遮个物件啦，因啊调超过6,000万，你佫加上遮个迄落罚单。包括啊，但是你若讲照七大重点安尼调，伊要对调遮。迄、那个曾议员，我甲你报告吼，顶到感谢你咨询，所以咱有改变，就是讲伊人若出来车还未开始驶行，咱就嫌伊嘛。我甲你讲，啊，你这边你即摆讲的这个无买行者吼，我会要求交通局过去监管。我所以，我今仔日就是要甲人民的声音是转述予你大家长知影。我甲你讲。即、这个拖掉就对啦吼，掉安尼不打紧啦，伊是安那你敢知啊？因就对啦，是迄落边民少，啊民少迄落声哦，敢那我放屁都比那个大声，我袂甲你骗。啊，边民少边拍照边拖掉，含糊百姓出来缓冲的时间就无啦。迄、那个百姓在除了伊个车停里啊，在坐里边啊，靠缓冲的时间啦。那20公尺的时间，我讲含缓冲时间就。所以这是真正严重的，对违法我们的合约内容，这第一点。哎、啊，唔嘛，红线甲白线哦，迄嘛我感觉嘛，拢无妨碍啥，伊食一个物件就走啊，嘛拢无妨碍啥。哎、啊，用甲人心惶惶嘛，这是我要甲市长咧报告。我感觉这拖掉了，对有需要甲约束来。我放一个迄落大号，你听一个来，放一个，迄落带回家多一台少一台的压力啦吼。啊，来啊！迄个，有迄个录音无放一个，录音档放一个，没有录音档吗？你敢知影呐？拖吊业者改去苏宁了，对啦，设立了对讲机的机台啦，对讲机的机台，迄是违法的，到尾人检举了，对啦，抓去有 NCC 甲裁撤，你敢听？拖吊业者，因现在咧吊车拢也做奖金，违法施设因的机台，啊，伫遐10几台车拢伫遐互通，我吊袂有，较紧报你来安尼，用安尼咧吊的，啊，进前顶个月去用甲检举 ，NCC 甲纠正迄个对奖金的机台甲拆掉。这款拖掉业者的对啦，素质穿插不齐啦。我等下去放一块，让你听到，你还会惊？俺台南市民竟然接受高雄市这个拖掉业者来这欺负俺的市民，欺负俺这款的，啊，拢在对讲机的对啦，抢钱式的拖掉。
所以我今仔甲这代志讲予你市长知影，是希望你干的交通当局就对啦吼，要做一个决策，要做一个决策，免啦约束因。安尼合约内容内面够写，拖掉业者，如果民众都拖掉，这内面写较清清楚楚哦。第十五条，拖掉的工作人员不得甲民众互相恶多啦，啊暴加以暴力啦，拢袂使。对一个人车红调去，伊会足欢喜，会足爽。我一讲，你无伫遮的时阵，我质询，咧质询的时阵，安尼消防局甲安尼警察局伫遮。我问过因啦，有被拖掉过的人举手？我敢若安尼公务人员去要拖掉的超过一半以上，一半以上哦，拢举手，因拢去要调过一半以上。难道含安尼公务人员，拢像安讲的安尼，像因的认定拢接不收啊吗？够可能？这就是显然安尼前置作业，安尼交通教育，包括着安尼交通建设做无好，啊，就开始硬干交通执法，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佮加上即个高雄的业者，因这内行人啊，专门咧做拖吊的，高雄啊因包的。我听讲有一个旅长，安尼含伊对干安尼尔，常常咧接到电话，常常接到电话。迄个旅长嘛去我遐陈情，常常接到电话。我讲即款的拖吊业者就对啦，啊，进前佫无偌久伫。花掉着冤家，你有看哦？哦，你有看哦？哦，这恁这款物件一定进入司法啦，我不予置评啦。我较等下讲我纵容人家去暴力，我嘛无迄款纵容，听唔听？哦，这哦司法去裁决。但是我要来提醒，因显然违背合约内容。你敢知影拖掉业者，曾经敢那伫第一份叫脑力被拍数人体，这家真个七几摆，卡袂着。百姓来，你啊发表一个，讲啊，我车停安尼也无违法，也无啥，你敢会甲调研啊？去啊争执一个，尔共强啊！讲要共告，要共告人啥物？迄落违法，向公权力挑战啊啥物？哦，我都袂晓讲，都卡袂着，就要共告安尼。啊，互百姓安尼惊，啊，就我唔敢面花，啊，无就含咧开单的小姐的态度都拢有够歹。你会当去探查民情，莫讲听我一个人咧讲。你去查看卖啊！你若要做一个好的市长，一定要深入基层去听我基层的声音。张议员，我是不是直接正式甲你报告两件代志？哦，第一就是讲你他讲的迄个无违行系，我会要求交通局积极甲这个拖吊公司要求，应该七大违规的地点，那个才是最优先的拖吊。啊，第二吼，你感觉讲伊停驶无够完整、无够完毕，算违法违规哈？我要求警察局，因为拢有警察局的当年负责嘛。我认为啦，啊，第二吼，你要跟那个交通大队那个中队在那里十二个警员，对，包括他们的队长，是啊，要从宽啦。那是无方来交通，你要吃物件，唔茫安尼去安尼，安尼直讲派一个分比啊，这个我们会要求，叫人要随刷走。你可以我物件了，较走敢袂使吗？是啊，另外我会阁请交通局吼、哦、去抽查，就是讲伊咧拖吊的时阵，伊迄个程序。哦，看有完备无？除了警察同仁，哦，去监督这个事情，我又会叫主管机关交通局来抽查。啊，好，这个经过的这个民怨哦，会当较少。哦，你讲安尼，我甲你接受。是，多谢。我甲你接受，但是迄落还有办无？放一个，我有需要放两只啊瓶。我想要二年，再啊搞两只一只，你多一只，你再讲。你搞啥子啊？你搞啥？爱打回啦，起码还两只俩，你这爱打我哥啦，你莫逼我啦，大家拢，你原袂使后边讲话，你无法下底徛起踮手手呢，不知啊，你姑呢？啊，大家话，你都有车的？对哦，我顶着乖卡，你这。请麻烦请蔡杰弟大哥看手机，沈先生大哥有传手机照片给他。我报告表，部长。我大哥问你讲什么台？这就是因私驾那个基地台，伊的啊装设也系对讲机。这第一点，这一定违反合约内容，佮违法，大家有 NCC 佮撤台。这第一点，佮再佮放一台。
搁放一个。对对对，植物之变。啊，你搞一两个呀？这东西啊，你搞一哪呀？啊，你搞我呀？我抱袂惊嘞，袂惊伊。台北七点是台湾遐啊，因内底开会时阵啊，上好坐呀。你也无啊，袂歹玩。还好啊，因为人玩啊。你也是啊，你也在玩。第二道工要上吧，有叫起个啥，上进加个啥，加个出来。第二道出来也在玩嘞。哦，要是的，六十几，六十三还是六十四，我袂记啊。啥对来讲拢好啦，我今日话，今日我真无袂歹啊。哎，来，我去啊，阿舅啊。这拢是因对啦，设立个机台，该用对相机啊，要设各自问题。人互恁罚金拖掉去，恁共看人个身份证，讲迄个查某生做袂歹，啊，即卖一个讲哎有翁啊，我有看过啊。我这款拖吊场，这款素质就对啦。来咱台南市，欺负咱台南市民，欺负这款的。市长，市长，是，你今仔敢有听到，敢有看到？他说你咧帮我。我看可能议员无人敢伫遮像我安尼甲骂啦，像我安尼甲宣敌啦。别人我看反正就互掠出去讲，我不甲你骗。简直蛇鼠一窝，真正我不骗你，素质实在有够歹的。诶，张议员，伊这款违法的行为吼，我会要求以后啊，这有涉及各自外泄无？我请问，有涉及各自外泄？我当然这是有违法。人有案无案，互你拖掉，含你啥物关系？等下讲话，讲迄有案啊，啊生做袂歹呢？伊咧讲生做袂歹，伊咧甲讲迄有案啊，我有看伊个身份证啊，安那拄安那？这款素质就对啦，这拖掉业者的素质，这真正你看得到吗？我们会要求他改进。我都讲蛇鼠一窝啦，别人咧甲信哦。我看这规群拢输拉囡仔，你敢了？俺纵容一个高雄的输拉团队来遮欺负台南市民，这情何以堪？所以我今仔日遮足语重心长哦，甲台南市人就对啦。即摆拖掉上严重的，阮东区甲中西区。我唔敢讲停车位无增加，但是你的增加是遍布整个，大家说台南市每个角落，唔是遍布伫阮东区，也是阮中西区呢，你要搞清楚呢。啊，即摆收海的，敢那像阮东区人甲阮中西区人是二等公民，搁再落爱好这蛇鼠一窝，这个团队这么无素质的来欺负啊，言语霸凌、恐吓，你说不尽。我希望你哦去探听看卖啊，你若是。无啊，大人甲坐下就对啦，起码要去甲耶稣。这个我们会要求他改进。哦，安尼好唔好？好。哦，这拖掉无啊，休困十分钟好了。好，好，我们中场休息十分钟，谢谢，请市长回座。
好，咱现在继续咱的市政总结顺，由着咱的柯志春议员请。谢谢哈，感谢咱的议长哈，感谢主席。市长，这个拖掉了哈，于是一直用才华模式的拖掉，不是长远之计了。那你拖掉，你的罚款甚至爱去作为基金，然后基金咱的各区内底平均按伊的车辆人口数，咱甚至境外导出替停车掉。平面式的，谁讲已经空间有限啊？包括咱即马公共道路啦，已经违建违足侪啊，甚至爱叫我们的交通局需要一个计划，我慢慢开一个往上推的立体一个停车场。机车跟汽车，这个停车的空间是不是我们要着收一些的管理费？这个都可以计划来做。所以你我简单的拖掉来，对，就是意味着的旧取缔，但是取缔又不算很标准。虽然咱好也是要委托给咱倒沙缸，是要针对那个气象可能就比较会危险性的去做协助的工作，来做规劝以及取缔，然后采罚，这是一个手段。但这个手段，能够维持多久？要继续下去吗？长远之计，无论是你赖市长在执政，或是未来的市长，我是经我们行政单位，应该从脱掉的罚则里面，或是红单罚则里面，有关于交通的这些的违规的，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基金？然后这笔基金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去开辟一些立体的停车场。那这个不足的部分，我们觉得是有需要。有经费不足的部分，我们中央再来争取，或是地方我们来编列预算。那这样我们逐步逐步来做，可能对我们这个台南市整个的停车问题才能得到一个治本。那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理念？我们都是一直在这个方面没有去解决民众的需求，因为拖掉有这个量，刚我们郑议员提出来的，有这么量，为什么这么量？因为工商的社会他要洽工，不得已。他一定要开车出门，那出门不出门又不能办事情，出门要冒着违规的这种一个那个这个危险性。好，那这方面我们就是代表民众他有停车位的需求。好，那你增加，刚我们中央也提到，你增加是一个平均值，每个地方在道路也好，或是在我们公社的土地、公有的土地，能够开辟的这个平面式的停车位。事实上是有限的，量是不足。那这个量不足的方面，怎么样来治本，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做？这一点我是请市长啊，能够从这方面，从有一个完整的规划。我刚提到的治水的一样，这个模式，我们不能期待说马上你一年就马上有成果，但是后来行政是延续的，慢慢我们朝这个方向，有这笔基金以后，可能我们的财源筹措就比较没有困难。我是这一点。好，感谢柯议员哈。我们大家所见略同啦，因为市政府开始是按这个方向来规划。那详细的情况，我请交通局张局长给你报告一下，好不好？好，局长还没有回答之前，好，这样给你报告。在回答之前的是说，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一套，是不是可以我们政府提供土地，或是国有地、台糖地，好，我这样子来做一个奖励办法。我想这个配套可以让奖励民间来做。因为这个立体，你看很多的民间他为什么要做私人土地，为什么要做？因为有这个需求量嘛。好，是的。来，局长，好，感谢你。还没有回答之前，是我先确问一下我们的政工处处长。我曾经提过，我们拖吊厂针对他这个劳务委外，我请政工处去查依法依据合不合法，有没有违法。我政工处你还没有跟我讲你查的情形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你政工处到底有没有着手去查。那、啊、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他这个委外这个部分，他的执行面是不是有违反我们行政单位的要求？再来方面，你委外单位交通局这方面在法条里面，是不是他这么仓促的上路，这方面他有没有违法的地方？你政工处你查了没有？跟议员报告，这部分我们查了，那查完应该会跟议员报告，那我回去这部分再了解。这方面我还不知道，我希望你查完以后能够知会我们，是好不好？是是。好，这点请你了解一下。好，那你林处长你请坐来。那局长你说明一下。好，感谢许议员的建议，非常好了哈。那的确，我们现在有成立一个交通作业基金，
那过去呢，我们的财阀收入呢是编在公务预算，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把我们的财阀收入这个放到交通作业基金，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利用这笔基金未来做停车场相关的建设，来增加停车位。我想这一点是感谢议员。好了，局长，那我再请问你，你说你这笔基金是要做业务基金，但业务基金的项目里面是不是有很多？那是不是能够更具体的，就是说我们在投资设备，是不是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做？对，我想我们这个交通作业基金大概有两个主要的支出项目，第一个就是停车场的开辟，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相关公共运输，包括像我们的公车的服务，其他的如果有需要的候车亭等等，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基金来支出，这是交通作业基金的部分。那第二个，刚刚议员有谈到这个停车位的问题了，那其实我们每一年一直在努力增加停车位。那以这个脱掉市区来看，脱掉这个中西区、东区、北区还有仁德区，我们最近105年10月的数据来看，我们整个汽车增加的停车位已经达到6659个格位，机车也增加了7016个格位，也就是说我们的停车格位是不断的在增加了。那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增加。这点你增加我不否认，是，但增加都是一般在平面，但平面这个量的成长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我们有投入一些。就是建设下去的话，是不是它的量会比较多？当然，这个裁员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方向，就是取之于民众的法则。我们就是在经费上，我们编列可能最后我们就不会那么压力那么大。那这方面，在增加的这方面里面，是不是能够从的这种立体模式来开发？跟议员报告，除了平面之外，刚刚立体开发很重要了。我们大概分几个方向。那其实目前已经在做，像我们平时营区，我们的公园南边。我们就做了一个立体停车场，我们市政府自己来出钱投资。那另外呢，我们也会鼓励民间来做立体的开发。那我们也跟国产署来合作。那我想这部分呢，我们会把详细资料提供给议员。但是我们现在目前都在做了。谢谢。那第三个我要补充的，就是说大家都说，是因为停车位不够。当然，我觉得停车位不够，从数据来看呢，那这个以东区来说。目前我们的停车的使用率，路边平常只有60%，尖峰的时候是85%，那路外尖峰是50%，平时50%，尖峰75%，只有这个数据两个意义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停车位是结构性的不足了，可能民众认为说我要到的地方没有车位，他可能不会去旁边找一找。你在平面的停车位是量增加。但是一个都市区来讲，它是一个店铺，店铺的前面你画了停车位，换你是消费者，你临停绝对会找不到地方。好，你要找地方，可能距离就会比较远，远的话可能造成它不方便，可能就会产生它会冒的这个风险。那我是说建议是说，我们市政府的土地，或是国有财产局的，或是能够取得的土地，或是征收民间的也好，是在。都市型的邻近的社区，我们是把这个量不要只在道路上来增加，从内生的土地往上来延伸。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它的会缩短它的这个洽公的距离，可能它的意愿就比较高。当然，有一些会考虑到说啊，可能我的出一个方便，我嘛要十遍，我嘛反正十遍，我感觉我不会拖掉的，但其中一遍去拖掉，这个都有投机取巧心态。但是我们是说，这个答案就告诉我们了。民众在临停里面，他真的是有停车位不足的地方。那因为我想刚刚讲到一点观念结构性的，民众说认为我要到这个点，我就一定要有停车位，其实是没有办法了，可能还是要到，如果真的没有位置，还是到周边找一下，路边没有就要找路外。所以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第一个我们建立了停车的 APP， 可以用手机来找停车位。那明年开始我们也会做一个智慧停车的系统。等于智慧停车系统成立之后，那民众找车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局长，我跟你报告一下了，市长在这里报告一下。因为为什么都市我们会临停找不到位置？因为我们不否认有增加机车位跟停车位，但是不能停的部分，我们相对的红线也画很多。那你红线画很多，当然他找位置更不容易啦。
啊，他去停红色的位置的地方，现在很多好，我们自己化解的也好，取缔的也好，或是人家举报的也好，哦，这个部分当然你红线就不能停了、啊。但是在十字路口，但我认同是画红线，但是有一部分我们交通局是不是考量这个红线的部分能够折中，哦，以专业折中，不违反这个停车下去可能会造成危险，这个部分我们适当让它有一个空间。哦，空间的空也可以，临近要找临停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好，但目前来讲，我们都市真的红线画太多了，产生可能他们一看到红线真的敢停啊，而且现在我们又委外民间真的很勤力在拖掉了，讲是讲对外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我们讲说你并排也好，但事实上有部分是不是的啦，不是的，真的有时候换那个位置真的是不会妨碍到，但是因为是红线。哦，真的，它是造成违规，那是事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思想过来，换成是民众？有时候这个地方让民众有一个取得方便。哦，当然我们不鼓励说啊，你一停下去可能就放一天，那这样也是对我们造成让民众的好意已经被大家变个人所得到的利益嘛。哦，这一点可能我们就是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因素里面嘛。我想跟议员报告，红线的画设都按照规定的哈。那因为交通安全的需要。所以必须要画设，那所以这红线的画设呢，另外也考虑到消防的通道的需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检讨，不过可以检讨空间很有限了、啊。我再请教一个问题了哈，民间的拖掉，比如他现在的作业，他是一个警察出门，带一个车子没有错，他车子去以后，他就照完相，好，这个车子他就拖掉走了，好，他是取缔。伊就是鼻啊、甘滴嘴的，啊那里下端，哔哔哔，好安尼，廖先生喝端后来，下下后来，哎、欸，看他卡哔哔哔三下了后，即马就是去下端时，迄、那个司机就开始作业啊，啊作业了时，即马开始来喝 ，OK， 伊就端拢大打后来时拖走了。他们车上有无线，另外有一部车子，他们就来接班，接另外一个警察到下一站，在车上他司机。掉了这部车上线了，民众来了，问讲，嘿，我的车了，拜托停边个落来，伊拢唔插伊。但是你拖了以后，你上线旁边没有做警察在旁边，这样子合不合法？这样子适不适当？跟议员报告，我们都有拖掉的 SOP 了哈。那我们跟警察局之间呢，都讨论这个内容。那现在呢，整个拖掉的 SOP。啊，就是刚刚议员有讲到的，那警察同仁一定要按照这样 SOP 来指挥拖掉业者来拖掉。那 SOP 里面是不是他要压车？要不要压车？因为现在因为警力的关系，有时候一个警察可能压两部车。但是警力关系是他没有遵守来做啊，但是在我们行政单位，我们是没有要求 SOP 就是一个标准嘛，我们要求他要压车压车。目前来讲，他是没有压车哦，都是效力。就是无线遥控，爱的车可能伫线上，还是伫中来，咱唔知。但是有可能伊搞了先输给别的车，伊就线上，哎，无人，啊，这后边个有车，你先出发，啊，我等着这台车拖掉了先来换。这里、個、几年就可以马上作业就走。我想议员，他是坐第二部车上车，啊，上车他到其他的地方，是不是有跟他们的车队另外会合？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亲眼看到他们作业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现在要确认的是说。他从那个现场违规现场要到拖吊场去停放的时候，要不要压车？不压车会不会有争议性？要不要压车？我们要求警员一定要在拖吊的要开单裁罚的当下，一定要有警察在现场。有，这个有他现场，他本身执行不是拖吊工作人员执行，是我们警察现职人员是他执行，包括照相，好，包括。他照完相以后，那个司机就贴下再贴那个车门的封条，好、啊、然后就是开始，是开始就是那个脱掉了，以后就架上线了。他一边就开单同步，好啊，同步这样子，他就掐着，好你就拖走了。那个警察就另外一部车子来，当然那个车子是瞬间了，可能他们有无线联络，那个停个时间，他上线那个车子就后面就来了，坐上车，好，这下一站有的是说，同时他脱掉走以后，他不压车。另外一部有两部违规，三部违规，他们马上就进行下一步再拖掉。好，那你现在说路上这样的一个线路上，他车子带走了，警员要不要压车？当然，你压车变成人力要多嘛，
啊，我们有没有这个要求？有没有这个要求？我想这个一定要押车。只要完成拖吊的程序啊，在路上，因为也是刚刚议员讲到警力的问题嘛。你法条分看看，跟警察局来这之间，我们会跟警察局来研究一下，一个了解一下看看。目前他们是因为朝的量的增加，可能取于它的执行上方便。哦，这一点，哦，我刚提到的，它的分比啊，我亲身伫边啊对面呐，你看分比啊，嘿，足细声，比咱即摆咧讲较细声啊，哔哔哔。很小声，他不是用扩音器哦，他不是用扩音器。好，这点是不是？请你们确认一下，真的有不太适当的，是不是？请再要求一下。好，那个局长，你想回答是不是？来，那个交通局长，你请坐了哈。多谢两位议员的关心哦。他因为刚才曾议员所讲的一些问题是确实啊，哈，确实有这些盲点，有这些疏失，但是问题七八月一啊，哈。刚才曾议员所讲的那一些缺点，大部分是较早。我即马问我规定，问 SOP 哦，我原件也是有无照这个规定来，我会找伊算账。但是我可以确定，现在押车的拖吊模式，对，现在因为即马这因为第一人吼，分比亚跟明迪吼，这六都大概各城市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会讲啊，你违规，我现在在承受噪音，所以大家有的是反对你警察这个明迪跟噪音。但是我们现在有 SOP 啊，这个押车的保安，因为我们都在我们的执行公权力的范围之内，他在执行告发拖掉那时间是在警察的执法的中间，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哈，我其实我们对开始拖掉开始嘛，是逐月是在下降，抱怨是在减少，民众说法是在提升啊，这里面其实拖掉的政策，全先进国家都是这样，先进城市都是这样，其实。啊，做不好是警察当初一开始，我们的磨合不够好，但是我们的进步。取缔是一个责任啦，哈，当然委外要承担责任，这是个正面看法。在另外一个思考下来是，我们行政单位是不是要让民众，我刚提到的，就是不是量这个停车场要让增加有够它的成长的比例，因为民间的车辆成长太快嘛，我们行政单位的开辟的停车场真的不够符合他们需求嘛，好不好？好，那局长就请坐来，请那我们请孙顺良议员来。是了，是迄个张员。头拄啊，对这拖条的啊，检讨到安尼啊。是。啊，头拄啊，运动遮久啊，头拄啊，按警察局长咧讲的，有哪运动是每一个月咧减少？运动是有啦，绝对是有咧减少量，一直减少。啊，当然，按我头拄啊讲过，按毋是无支持拖条，按来照按的合约内容。啊，有当时叫咱的警察人员吼，也认定爱放宽松一点点，哦，不要惹来更多的民怨。这是阮今仔日家对这个交通执法的问题的重点，哦的一个重点。那无买行的皆忙入去，啊，尤其是我要问咱这个啊，安尼劳工局长吼，因为一七点就开始咧执行拖吊，这有没有违反劳基法？按普通市民拢嘛八点才有咧上班啊，哎呀，警察嘛是人啊，哎，警察伊唔免像因着爱遐早就起来啊，啊，拖吊业者因为伊来标按台南市的拖吊，伊一直就是要抢钱啊，啊，所以啊，伊六七点就去吊，当然伊会当数字会吊遮侪问题是吊，伫这个时间七点就开始拖吊，人拢咧困，你分批啊也无当听啦。哦，啊！你民少也不当听啦，你困那边啊听啊，啊！所以这从七点，根本这警察来对你去拖掉，这违反劳基法无啦？这个就要看他这个从业人员，伊介公司签咩合约啊？伊也讲。哦，我是感觉讲来当演绎一下，看来当较正常的时间八点，然后一个缓冲的时间呐，这是我的建议啦吼。哦，叫做你遐坐啦吼。这个市长是这个张元，今仔卖心情歹啦。安尼只检讨啦，是啦，因为你听到拢好听的啦，一半条听到一挂，迄落歹听也无一定较歹啊。我足感谢张议员的指教，因为我有那足听你的啦。对，你若想讲你铁路调啊，我讲我无调，你无要紧听你啊。因为这是咱台南市一个交通的大建设啊，293亿6000万呢。你若因为袂当，因为几个人啊，过去咧中话，大家嘛有一挂少数人会受到一挂，那属讲伊个所在用中话着，
伊会感觉会不满来安那。但是咱清阁大环境啊，去大环境去想啊，袂使讲啊，因为几个人反对，咱就袂使去执行，你敢了？哦，这是关系台南市市民未来的发展。啊，甲这个平交道当时才济人，我气魄足好个。是，我含你相像，较早咧双语钓迄款坚持，我足坚持个人嘛。所以，除了我即马去来讲一个问题哦，这个房屋税的问题啦，这个地价税吼，甲房屋税的这个调涨啊，即马会使讲哦，万税齐涨。哎，即马外口吼，我直接要讲一句实在话啦，因为咱台南市啦，一般的安尼先天比人比较不足啊，所以你伫遮做市场一定比人比较忝，各样的税收啥，当然拢比人比较济啦。各县市、各都都比咱较侪啦。啊，咱若是用咱台南市的税收啦，去甲各县市咧比较，像因安尼扣法就对啦。这对台南市民是一个无公平的。因为你若想要升价为底仔钱，这毋是你的意思啦。这是按过去就对啦。有一个市长，伊个任期到啊，八当啊，按考市长，伊就想尽办法去说服中央。迄阵刘兆玄咧做行政院长。伊甲讲，俺要升格变营业区，俺嘛乐观其成。俺要升格做营业区，俺的人口才180几万呢。其实要升格营业区，据我所知，条件爱200万的人口，敢是安尼？但是俺足仓促，啊，佮遇到迄个刘兆玄就对啦吼。啊，较会倒去啊准你。即马较准安尼，无你本地较早就踮遮选市长就好啊，毋免去台南县。啊，怎啊变合并起来？当然。你的责任会加重啦，中南中北啦，政治人物本地都要去接受人的批评啦，接受人的指责啦，这是必然的啦。啊，你甲想啦，用咱台南市的人口甲咱的收入啦，我甲你讲啦，美其名啦是要打还啦，吼、哦，要打这屯还的人嘛，哦，但是你话看敢有可能？厝囤遐济啦，伊拢租人，伊较有可能讲无租人。伊到尾就是家己个成本转嫁，或者租者。比如讲，伊个地价税，单譬如讲按比例啦，迄落交万二块，我、哦、啊一个月是毋是1000块？伊到尾伊就是找厝卡算账，啊，我甲你起诉出一个月起1000。所以你安那修理美其名，就是要修理这囤完的。其实你七算八算，到尾就是。拢受你着遮艰苦啦，所以即马民怨四起啦，民怨四起啊，万岁齐涨啊！啊，所以外口足侪人咧讲啊，讲啊，民进党迄落集中520集中到遮到尽就对啦，拄啊移位就对啦，想要互百姓喘不过气来，万岁齐涨阁无要紧，啊，即马阁加一个拖条咧抢，即马规个台南市民怨四起呢，啊，所以我嘛不得讲吼，无伫遮。甲你提醒一下啦，我是希望讲，咱会当即个地价税、甲房屋税一寡税收就对啦，咱毋通甲因比啦。我感觉你爱苦民所苦啦，咱台南市事实真正先天比人比较不足啊，咱的税收就比人比较少。所以我感觉你是未来会当坐大位一个好人才吼、哦。希望讲哦，你爱做一个甲人无共款的一个市长，毋免伫遐奉承啥物领导人啦、啊。当然，伊好的政策，俺卖讲你也支持啊。伊若好的政策，利国利民的政策，我嘛支持啊，卖讲你啦。但是啊，伤害百姓了，对啊。像今万岁齐涨啊，我就感觉讲，还是安那个怎向我们比安尼？你民进党一两个主张，都毋是安那个怎向我们比安尼？我像华家湾换了位置，换个脑袋。我感觉这哦，伫我感觉，我想讲，俺即摆咧行南向政策，俺即摆扣遮济税，一直啉落底啊。地方的税收，中央一直打压，按地方税金一直爱加重，一直爱那扣，应该满意。即马是要做凯子外交呢？慷人民之慨，即马佮摕寡钱来建交一寡遐迄落农欧国家含民外交，按拢摕钱去咧共建国家尾。大陆啊，那里啊叫一个面相的，迄个就等于啊，按遮钱形同摕等于水亏啦，你敢知影？按要毋通交陪，那里啊紧的啦，毋是咱要毋通交陪，咱一定爱甲伊交陪啦。因为咱台湾事实，咱的国家甲人较无共款，这样可以理解，咱会当了解。但是就对啦，你茫因为要因应南向政策外交，
啊，拢向人民就对啦，落地啊硬啉，安尼百姓就对啦，痛苦指数一直增长，你爱去真呢？目睭一个年就够啊！伊做做诶，我唔知影后任你总统要安怎选，我真正唔知你要安怎选。马英九做了安那，你看后任要安怎选？后任的国民党要安怎选？就是落台尔，就是选输人尔，啊输甲歹看甲尔，迄个照镜爱伫遐看。爱在那看，我跟你讲，这是我真正最大的提醒。啊，我现在要提醒，因为日子太长了，打几个月尔，民怨四起，对一个人民团体要走上街头，你自己看，自己看，全部所有的人民团体拢走上街头，干那一个团体唔敢走上街头，就是太阳花。我唔知道这是太阳花、韭菜花。啊，和安食品，因工作拢安尼，啊，较也无行上街头，较也无出来抗议，有一挂人就对啦吼。学生是无辜的，这带头的人哦，居心叵测啦，社会的乱源啦，国家不是安尼算的，国家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爱大家什么人做伙，那做了好，好的政策含在野党的都要甲支持。安尼，这个国家未来才有希望。我始终我还建议你要朝着这个方向，按这个税金的问题就对了哦。安尼条件先天的不足，包括安尼人口无够，过去的刘兆玄无代无志，按反合并就对了，等于在敢害你敢知影？我感觉是在敢害。阮较早台南市本地有神龙较假，即摆拢去学台南县西势去啊，但是嘛无要紧，因为拢台南市民，西势与我嘛认同，会当均衡的发展。何乐而不为？市长，我讲那个对不对？是。所以你加就对了。我感觉讲这个税收的问题，按爱搁再研议一下。财政局长，我咧讲你敢有咧听？尽量啦，爱研议一下，按蛮比含外县市咧比啦，按无法度甲人比啦。按今仔台南市是咱遮惨，就是因北部人哦，遮以为咱台南市差土地啦，有诶无诶，解土地诶，迄个土地。迄一片偌济差价，迄一片明明咧，我著知影，迄十几万的土地，去予差价拢三四十万，跩用一个较劲的，得偌济啦？你敢知影？市长，你爱体恤民情去做一个了解，爱为台南市民争取，含安个财政部，讲安台南市先天的不足，爱安那看安个税金会当迄落烫啦，安个挤掉郑文灿。啊！财政部讲要打六折，财政部无同意，起码人伊嘛敢讲。啊你咧？迄个怎样？你搞去清楚哈？你有去清楚无？有啦，咱即摆有去创迄个分期付款。啊！分期付款。另外来讲，无钱的分期付款嘛是拿袂起啦。另外就是自由住宅哈，咱即摆佫开放互因登记。所以我简单甲你报告几点啦吼。第一就是讲，因为各县市的房屋税也是土地税、地价税、地价税，拢是法律的要求，和中央政府蔡英文总统无关啦吼。这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讲咱房屋税调升，因为民国1973年到即当今拢无调整。台南市虽然讲现在是调整，但是上慢调整，调整上少，冲击上低。第三吼，就是即个地价税。哦，地价税，这嘛法律要求啦。咱台南市嘛是各县市内底调升的幅度最低的。基本咱公告地价，我拢有看，数字拢在遮。我讲一句话，就是讲公告地价，咱的公告地价目前占台南市的市价才19.4%尔啦。哦，我即马甲你讲，你换一句话讲咧，咱甲老百姓征收用100块的话，咱该扣税才用19.4块来扣税尔。所以这拢有去。体谅到台南市的经验。迄落有当啊是一寡代志吼，是卖你要玩文字游戏啊。我爱讲爱做体切的行动，我是感觉讲哦，你真正一手伫台南市啦，哦，够劲了，对啊，按台南市民啦，不管你安那拢一味的包容你啦，这对你的，这就是显然他们对你有期待。你今仔爱做一寡为台南市民设想的代志啦，这是我要伫遮你建议的啦。当然，中央贯彻的命令你也袂当，但是起码你也去争取，讲出咱台南市的民情，让中央知影。敢是安尼？我即摆咧在讲的是即块，是
哦，这地如果你哪会当做？哦，爱透明化，洪知影讲你有去清楚，敢好？这样呢唔好吗？我迄张议员多谢你指教，我头有甲你报告吼，就是讲咱有去争取，后来有通过，就是讲自用住宅这部分会当开放到年底拢会当来定。你敢知影即卖足侪县市拢还搁咧演绎呢？足侪市长拢无同意呢？调整到这管无同意。哎、啊，但是伊个法律规定哦，三年调整一届。三年调整一摆，你嘛爱了看时机。法律规定诶，这段时间是按台湾省的这经济上歹时阵呢。时间点不对，啊，百姓收入拢无咧增加，啊，你一意挑唆，你要打这囤犯的，结果恁迄落老虎打不到，拢派到这些小苍蝇，真正的。即马受害者规个，敢若像我了，我厝租人二十栋、三十栋，我当天就租我啦，要共起一角厝税，我真正天打雷劈。台南市可能厝税人也无咧共起厝税，敢若陈顺良尔啦，我去予恁起甲真无啊多。我拄仔甲讲啊，无你我起一，我一间厝百几平，无你一个月我起两千。我袂甲骗，我讲这我真正啊！你来来，我带你来问我厝卡，看对一个甲租厝，我捌甲起过一角银的厝税，几十栋来就是安尼。人讲五万要甲租，我唔免，我租你四万二，我来骗你哦！你讲公司，因为我希望讲这艰苦人会当生活过得好。你看我一个良友会，俺台南市这独居老人，我替恁带偌济，恁敢知影？我替恁带偌济，恁敢知影？问社会去问看卖啊！啊，鼓励这贫穷的学童熬读书，啊，我十一月底要去办呢，迄一场拢开过来十万呢。所以市长，我甲你讲哦，因为我啊，头毛啊白这种染的啦，无像你这烟头啊这种染的，我今仔这是咧染一个啦。啊，要来建议就是讲哦。我甲你讲啊，我也一定，人咧讲夕阳无限好，一江尽黄昏啊。讲啊歹听的，六十一岁啊，搁十几冬就八十来当冲啊。我感觉有生之年，感觉希望讲，台南市民会当过活较快乐。台南市民会当像你美其名讲的是一个幸福城市，大家无迄个痛苦指数一直攀升。但是进目前就是无同款，确实是真正，我行去到底，面往到底。我甲你讲正经的，我是慎重甲你提醒。感谢陈议员。那个市长，你刚提到的哈，每一年的公告限时延立一次，每三年的公告地价延立一次，不是一定要调涨，也有调降的。我那个可以员，因为吼内政部有一个规定，就是讲咱公告地价吼一定要过去三年。三年检讨一次是检讨，你要开一个评议员会，就是讲每年的公告限制，三年才检讨一次的公告地价嘛，是不是？三年没有错吧？地政局，是不是三年调整一次，调整延立一次嘛，来做研讨嘛，是不是三年？对啊，但是每年公告限制嘛，三年公告地价嘛。但是哈，在104年内政部规定，就是说要把这三年公告限制的调整的幅度反映到公告地价，来，你请坐，所以才会你请坐。我讲我清楚了，柯议员。市长，它是一个方向，但是你调幅是我们委员会不可以做严厉的。按局长有讲吼，104年内政部要求，咱公告地价的调幅不得低于最近三年公告限制的调幅。的总和哎，好来，市长来，好来，你讲到这个。所以吼，每一个管区拢30%以上嘛。那你每年公告限制为什么要调那么高？你不调那么高就没有地价问题啦。不啦，啊你每年，你现在台南市你每年的公告限制，你调幅你敢知影几趴？那个高议员，你按每年的公告限制，你个调幅也动了，你地价就垫高啦。因为那个政府嘛，中央政府嘛要求公告限制要接近市价，往市价这个方向来调整。好来。哎呦，咱的市价你调啊，市价你得起啊。现在法令跟之前法令，之前的公告限制你的调幅是微调，不可否认，是因为没有临近市价，所以没有临近市价，是因为你课税的时候就是去你申请，你一间厝几千万，你申报买卖600万，这是以前的一个模式的文化，但是现在为特别打房，所以现在就是叫做那个。那个两单买叫啥什么税，然后现在又改为房那个两税合一了哈。对，豪宅税。好，这个来改为两税合一。我讲这个重点就是哪，政府做无良心啦。来，市长，你卖提开你的身份，你用你百姓。
你欠长内都要一块厝，要一块地，欠长内都借钱来起一间厝。我这块土地，我逐冬要你扣地价税，每一冬还要你房屋税，买卖还要你征值税。征值税是房屋包括土地内底是合计算哦。你哪要懂？所以我问题是说，你给你地价税条幅可以，但是不应该像这种方式，像抢条幅太高。平均我服务处摕到迄天，那个财政处处处长那边，他有跟我讲哦，税务局他跟我讲说要我民众下来，但是我不会给他们。有的调起85%，120%，还有60几，条幅真的是太高了。啊，太高了！为什么会跳这么高？因为你们地震处的是恁的委员会来提醒恁的是每年公告限制，你每年调嘛，啊调了你就回来三年，就是讲好啊，一定要把地价垫高啊。因为市给你起嘛，所以你公告限制一定要调啊。市长，我请问你，市价是谁在定？啊，市给就是市中高一个计价。谁在定？谁在定的？我迄是用去调查出来，不是我你定的啦，迄是调查出来。行政单位，我讲讲这样子是太笼统。不，因为有实价登录啊，市价市价谁在定？市价是以买卖你情我愿呐、啊。是啊。不是政府在定的呢。是啊。政府是只是在核定税，所以建户只要一个两税合一。为什么两税合一？就是你给他逃专价嘛。嗯、啊，两税合一，你讲以建商来讲，以金马来讲买卖，你不知道外环。实价登录，你敢知我还？实价登录，你搁查临近，你敢知影啦？已经无形当中，你的公告限值，你那一块地，你叫来买卖时，事实上已超过你们现在公告的公告限值了啦，超标呢？他是用这样来课税，所以你有一间，你那个公告限值来定型，在基本上你把它定高以后，在市场买卖的已经的量，已经超过你们公告限值，相不相信？绝对超过你们公告限值。我你即摆市价当然是比公告限值高啊。那为什么？市价一定是高啊。啊，为什么？为什么？啊，因为伊他是自由买卖嘛。因为谁来讲？就拄仔阮张员工诶，伊咧定高嘛，伊咧核税管嘛，对不对？核税管嘛，啊，你地价税定高嘛，啊，你地价税定高，你相对的公告限值。因为社会咧进步吼，厝价甲地价起啦。好，取掉，我们逻辑是相同。是。你即摆市价是地点会公告限值会高。但是现在很多一部分，我多少公告，一部分已经临近你的公告限制，接近了，接近嘛，对，按几倍照接近嘛？为什么这样子？有一些是90%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行政单位在公告限制的调整、公告地价的调整追高，起给我你土地买卖，你若我地买卖你，你若按落去公告限制呢，是不是基本盘？就是基准嘛，就平了8万，公告很大8万。啊，就是基准，大家公开的嘛。最起码这块土地有价到8万嘛。是啊。是不是？是啊，你要买卖，你要12万，实价登录当然就是课税问题嘛。对。啊，相对的，是你伫这个公告来进行，你公告限制，等于是告知大家，你的价小得有加，啊，是不是一直垫高上来？啊，相对的，垫高基准怎么样呢？政府是为税收嘛。嗯。为了税收，啊，税收呢相对的也是合理的，你讲按合理的税收，啊，不然吼征收。征收是用市价征收嘛？合理是怎么样？合理是你置办重划，置办重划，政府重划，都跟都市发展，找米楼变几找米楼，你是有根深大结构里面，才是检讨的要项。你也可以保持原状的公告限制不调整啊，公告地价不调整啊，这个合一制里面是可以研讨的，是因为有它有它的商机，而且商圈。比如你现在说在已经我们把它都跟为商业区比较多了，商一、商二、商三。住宅区比较少了，当然它就有商机嘛。啊，商机就是讲政府，你不应该按民营的财产来对来动嘛。你二代建保，政府推动三代建保，很可怕的。一个月收入你敢当无加，每个月的支出你敢当给偌济？这个在税收里面，政府没有考虑到民意、民心的考量。你为着你要顾你家己的税收，为着这样子来这个财政平衡点这个缺口，但是你按人民来进行你的动作。安来人民来对扣掉东西，我觉得这一点要重新再检讨，不应该这样子做。政府要着手的是从哪里走？着手是要从交易税，交易税，交易交易哦，交易土地买卖嘛，商业买卖嘛。你从交易来对，因为是你情我愿，你们东批发，我可以换成本换算。从交易里面是基本政府比较合理的一个课税方案，
比较有道德。人民财产里面你这样子去改捏东，我就刚刚有违背常理啊，这点我非常不认同，好吧？那时间快到了哈，但我们请曾俊良议员再。是，哎，多谢柯议员。是了啊，张议员，我头拄啊，迄讲你拢无咧注意听啦。我甲你讲，按台南市的地其实无遐低，但拢是台北人、台中人、高雄人来遮炒的。你甲想，我敢若记我买迄块地就好啦吼，我迄块地伫崇明路啦。当时买，你当买足久啊，买头二十栋有啊。我敢若二十栋前买块地啦，五千几万啦，他要到六千啦，甲黄清安买的啦。黄清安讲叫我帮伊去缴净值税，敢若净值税扣了九百万啦。有厝的人无影有犯罪啦，你看，迄落厝买袂扣净值税，啊，你若有厝要送予囡仔，净污税较早10%，即嘛要起20%，哎，有当啊时若送予囡仔，你阁兼无钱通去缴税金呢？你较有200万的现金，我1000万的厝，公告现在你也公告出来1000万，啊，我送予我囝，我缴200万的净值税呢，一条，啊。地价税、房关税，都万税齐涨，啊！即马有厝的人较有路用啦。啊，所以这民怨一定竖起啊！啊，到尾咧，愈我来讲啊，本地想要买厝的啦，或者无可挽留愈凄惨，真正伊买用啥负担？恁即个安尼一味就对啦，税金一直起，万税齐涨就对啦，即马叫做民进党万万税，真正。啊，所以我是咧建议就对啦吼，你吼爱了啊发声一下啦，因为恁讲较有力啦，啊，我而且到飞火车较有路用，会当借你的力量。好，好，安尼好哈，好，我们市长请回座。咱今天去真感谢咱的柯志春议员、詹顺龙议员啊，所做的市政总结顺，针对着咱的食安问题、拖吊车的问题、治水以及税制，来做着真详细的探讨。啊嘛，非常感谢咱的赖清德市长，率领着咱的市府李秘书长。台南各局处单位主管的热线，非常感谢辛苦的媒体好朋友的采访，以及咱本会各位同仁的出席。咱上午的议程到这结束，下午1:30继续进行咱的连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咱附属单位预算案。